家好，我是 Janice， 我要跟大家宣布一件事，就是我嚟紧就会飞去英国啦。今天是最后一日全日的上课日，亦都是我最后一日在 Marshall 全日的上课日，所以今天我就会拍片记录一下。由于这个时间的关系，其实昨天我已经拎了一件衣服回来给大家写了，他们现在都在这里写紧的。那我今天的行程大概就是上学回到三点几，然后就拍下相，拍到四点几，然后就去吃个晚饭啦，这样就是这样。因为我今天其实是约了 Annabelle 和之前补数学的老师吃饭，给大家欣赏一下我的校服。啊，你梁家龙跟蔡老师。给大家欣赏一下你班的状况，你们说你们说什么，继续说。喂，什么事啊？行开了。看他平时就这么恶的真面目啊。是啊，我好喜欢跳舞。开啊开啊。来啊，你们继续聊天啊。你又不想说话。我会放在开头，见到你我不想说话。我有变个魔术给大家看啊，因为有一只手、两只手、三只手、哈、五只手。试一弱智影片。Yeah， 我想讲我今朝咧，我已经迟咗起身，然后我仲好努力咁样喺度夹头发，跟住而家冇晒咯，成个头太油啦，太热啦，香港嘅夏天超热。同大家介绍一下，呢个就系我哋班读书最叻嘅同学啦。有咩感受啊？好荣幸可以做到呢个全班第一。啊！點解我咁靚仔？我都唔知點解咁靚仔。該怎麼阻止約會，實在極費思量。起初先推我兩次，錯我氣焰都正常。而家你知唔知啤你咧？影嗰幅超樣衰嘅相咯。同大家介紹一下我哋學校嘅 IT Head Prefect 啊。即係一條片嚟。係啊。YouTube 片。你想講咩？有咩想講？我想讲啊，你系 prefect 喎，你一帆风顺。而家嚟到第二个消息，我觉得咧呢个人咧有啲奇怪。我识咗佢三年零唔知几多个月，佢都系成个智障仔啊！唉，佢终于走啦，好开心。我识咗佢十二年都系成个智障狗。我识佢三年都吓唔紧，但系你识佢十二年点生存嘅你？带大家游走一下校园嘅走廊，睇下有边个系出面片。一个熟人都冇，唔游走啦。呢个我同大家介绍全级第一英文。点解你唔尴尬咧？你关嘉柔话咧，我唔想理佢。哇！又嚟啦，佢哋。哎呀！想做咗成个小弟。访问一下你。做咩事？对于我 last day 有咩感受？好开心。真诚啲，认真嘅，你拍咗，你开咗，而家拍咗，系我到剪片嗰阵时先听，你讲啦。咁你走开，走，我哋將香港嘅回環抌咗去英國我哋係愛，我哋係愛國嘅男子漢認真嘅，認真嘅。嗱，即係你話人走咗，其實啱啱講，其實上 group 好似靜咗好多會，可能會聽過靜咗，會係靜咗。唔係，但係認真，即係靜咗，靜咗好多咧。群體會好似佢走咗之後咧，可能真係少一份樂趣，同埋即係可能真會靜咗好多，導致一班房變得開始寧靜。其實暈，其實真暈。同大家介绍一下呢个英文全级第三输咗俾我嗰班嗰两个一男一女，讲错嘢，加埋啱你讲冇讲错，但系不过咧我太渣英文，所以百万 YouTuber 话咧五年之后要超越我喎佢，但系我觉得佢可以请我食饭咗未？世界很美妙，没有你荣更美妙。而家上最开心嘅体育课，完全唔使听书。呢、這个就是我的班房，一群啲黐线嘅人喺度。而家落到嚟上体育堂，我哋就系要排队，一大堆人喺度排队。而家行入去礼堂都，我想讲呢度就系 canteen 咯，低方就喺度食饭咯，小食部都喺呢度。呢个就系我哋个礼堂啦，然后平时我哋就喺上面度做嘢，佢哋好努力咁样搬紧凳咯。我而家唔搬咧。你搬啊！你拍咩片啊？快搬！你叫我拍片，我又搬嘢拍片。你哋搬埋我嗰份，多谢你哋啊！呢个系鸡茸，
呢个系优姐本队蛙艇咯，呢个系。系你好啊。佢度话咩啊？呢个系礼堂，之后咧喺度影，之后咧喺度搬嘢。系啊，唔俾佢哋闹我，而家决定搬凳，等阵再见，拜。我想讲而家有得自由俾我哋拣玩唔玩羽毛球，然后我哋佢哋，然后佢哋喺度玩紧羽毛球，我哋上台上面斜下先。大家看看我們的後台，首先這個入到後台就有三部電腦，這個一塊東西呢就是控制這三部電腦的，這個就是一間房，我們平時要打機啊玩電話那些全部躲在這間房的，就是這樣的了這間房。後面呢就有個廁所的物體，但不過呢都是雜物間來的，然後這裡就是一條通往外面的，然后这些楼梯就是我们平时会坐上去，这个琴就是 C 琴弹。OK， 没事了，站回在台上先。下定决心回复单身都不过分量。突然唱歌难听。其实真的很漂亮。刚刚跟他们打一阵羽毛球，然后我现在头乱晒，仲要成身汗。然后我哋仲有五分钟就去吃饭啦，我今日约咗佢哋一起食嗰间泰国嘢，成日行得出去，超肚饿啦，朝早冇食过嘢 ，go， 我哋玩下呢个有得抽奖啊，就咁写一个减压方法，听咩歌？听 Gamy， 冇嘢 ，YouTube 嚟嘅，咁好啦，耶，系啦，我哋而家去吃饭啦。好靓啊！天，你知唔知咩？丝绸之路咧，嗌一个薯格啦，然后咧，我食晒成个，真系我有冇多碗啊？好似好好食咁，所以我唔客气啦，等阵再见啦，拜拜！我啱啱已经上完名堂嘅 X3 啦，因为时间嘅关系，我就冇拍到啦。我而家喺图书馆度上紧 X1， 因为 X1 我有空堂，所以我就落咗嚟图书馆啦。而家就系最后一堂啦。而家差唔多两点搭巴，即系三点零分就放学，我就同佢哋影相。你走啊，唔好食咁多嘢，再食咁多嘢咧就变肥猪啊！记住减肥，拜拜。呢个就系我哋学校个图书馆，但系好多人喺度咯。我已经放学啦，翻到嚟班房啦，我哋影相啦。就当切磋，期许你今次有惊喜，让我大肆走向诊所。倔强遇上倔强，明知不过，不过亦要负责治疗伤口肿痛。有全力决定战果，能和你一片瓦砾中成为知己，而能称半敌半队友也只得你。连场剧斗里流便记起，这种角力了不起。如和你几世割不开，如何相比？怀疑你若太早退出，太迟，应该与谁比？未能包庇也与你，你卡关我打气。如你间中需要我，大把态度，别怕借火。如果你飞到半空太寂寞，让我搭上火箭穿梭，共美调转位置，准情犯错，想要面对外界，混来一堆寂寞。人情未缺乏我清楚，能和你一片瓦砾中成为知己，能称半敌半队友也只得你。连场剧斗泪流便记起，这种角力了不起。如和你几世割不开，如何相比？怀疑你若太早退出，太迟，应该与谁比？你能包庇？
打气。